亲爱的群友们，感谢你们一路陪伴，感恩你们一路帮助，千言万语不如一声祝福。祝愿群里所有朋友和和美美漂漂亮亮，健健康康，风风光光，早起笑一笑，早餐要吃好，中午晒一晒，阳光精神好，晚上歇一歇，好梦睡眠好，把烦恼丢掉，将悲伤抛弃。愿群友们每天都精彩，每时都平安，每刻都快乐，每分都如意，每秒都幸福。送你十个好，愿你日子好上加好，再送你最漂亮的鲜花图片，祝你开心幸福，花好月圆，心想事成，花开富贵，事事顺心，笑口常开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寿安康，绝美瓷器开花，太美了，送给最爱的朋友。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用陶瓷做的花，简直像真花一样啊，瓷器开花太美了，带着最美好的祝福，祝愿朋友健康快乐，幸福如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